えたりするのはずだった。会有，我差点看见芭比在日本死亡了。芭比 Q 惹巴本海默迷因激怒日本人网友抵制电影，发行商华纳道歉。电影芭比热潮席卷世界，全球票房已来到8亿美元呢。联合同档新片奥本海默吸金，缔造传奇的巴本海默现象。This is a national emergency. Detonator charge.奥本海默描述二战时期原子弹之父研发出轰炸日本广岛与长崎的首批核武，因此网络上涌出大量的核爆殉状云巴本海默迷因图片。发行芭比的美国华纳兄弟成立了电影官方推特账号，在每朵巴本海默云下留言，好比盒子爆炸头芭比，他留言肯定是发型师吧。日本网友看了又气又难过啊，呛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推了这些。日本网友化悲愤为力量，合成芭比和911事件，问美国人作何感想，逼着日本华纳公司道歉了，但第二段甩锅美国总公司做错事，我们在等一个合理的回应哦。芭比8月11号才要在日本上映，如今却先被延上。哎，网络世界真的很容易一战呢。哎，但二战时是日本人先去轰炸美国人的珍珠港。哎，三立娱乐新闻桑脑筋报道。